欢迎大家来到人体解剖教室，我是吴康仁。你好，我是姚雨缇。我戏里面叫周建生。嗯，你的职业是？我的职业是法医。法医解剖。嗯，我演的是金明照这个角色，然后是一个检察官。那为什么你在戏里面这么纠缠着金明照呢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不是我纠缠你，是因为缘分这个东西很难讲。就是金敏照跟周建生，就是以前就是就有点，我觉得有一场戏我还蛮难忘的，就是在我们楼下吵架那场戏，会觉得金敏照真的很深爱周建生，就是因为太深爱了，所以非常压抑。你有感觉到吗？还好。你有感觉到吗？卡接，就是金敏照爱得太深了，所以非常压抑。你觉得呢？对呀。哇，这好惊悚哦 ！Oh my god！ 我擦了擦，我选谎言，谎言就是偶尔听一听谎言也不错啊。就比如说，哎，那一点其实你侧面比正面好看。真相，他讲的是真相。那个这是谎言，对吧？海先生，我是周先生法医，请你用你的身体告诉我。8月31号，引爆点，全台上映，一定要看哦。